125 嘅 x 次方等於20，係 y 次方，叫你揾 x 比 y。咁我用嘅方法咧，125係5嘅3次，25係5嘅2次，所以3x 等於 2y， 所以 x 比 y 係等於2/3。九係三嘅幾次方？二次，所以優係九就三嘅負二。咁呢條式就可以 x 加 y 等於負二。下一條式二嘅二 x 加 y 等於一係二嘅幾多次？一係二嘅零次，所以二 x 加 y 等於零。一式、二式、二式減一式。好 ，x 是 2y 是負4。好，下一條有理化的，下一條是有理化的，要咁呢條咧，我做呢條後面嗰條唔做啦，即係同埋十一都唔做啦，即係我即係將貨就價，因為後面仲有好多啲勁難嘅。嗱，呢個通翻份簿先，變咗六啊，開二開方二。加減三零 x 等於一，咁所以 x 係等於六 over 二開方二減三，乘幾多就係啊？乘要乘有理化就乘二開方二加三，乘咗啦，個分母就變咗係八減九，八減九啊！哎呀，我等先，等先。唔好意思，我眼花睇過呢個三嚟嘅。下面係變唔係八減九啦，係變咗係三乘四十二減九。上面咧唔爆開佢，所以變咗三。三約咗咧就剩翻二，所以四開方三加六，佢有呢個答案嘅。好啦，我停咗佢先啦。